这个世界有哪里搞错了？不知从何时开始，长得好看就是一切。天生美丽的人，不管做什么，大门都是为他们敞开的。而长得一般的人，真的就注定一事无成吗？近日，美丽总统颁布最新法案，要求丑籍居民不得上街。小胡，今天哥哥去面试，晚些带好吃的回来，不要出门哦。啊？你是怎么回事？长这么难看还敢出来？美丽总统颁布的丑籍居民不许上街法案，你不知道吗？跟我走一趟。我不要啊！我只是出来办个手办，不要让我坐牢啊！我受不了里面的丑八怪。发现逃犯，实施多五个月的罕见丑籍三星，请求开枪，请求开枪，开枪，收到。不要杀我，我头上长得这么难看还敢跑，无期徒刑，没收财产，剥夺照镜子权利终身。好丑啊！颜值护卫好样的。妈妈，像我们这么丑的人就不应该出门，对吧？对，宝贝儿，我们就应该待在家里，外面是不安全的。哦，这个家伙长得真搞笑，没见过这么丑的，好恶心，丑人就该灭绝，死吧，从这世界上消失。你们名字？安小谷是吧？你被录取了，试用期90个月。快查女士是吧？部门经理可以立刻上岗，一年45薪，有半年假期。在这个世界，长得好看就是一切。小谷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这个月又有2个客户因为你长得不好看取消订单，你的试用期是不是又想延长20个月了？可是我已经选了最好看的西装，还剪了最流行的发。闭嘴！长得丑就应该闭嘴。过来，跪下。你们这些恶心的垃圾，每天都要和长得难看的虫子呼吸同样的空气，你知道我有多压抑吗？你们都应该去死，去死吧！长得丑的人都应该灭绝。怎么这么慢？慢吞吞的，换头牲口都比你强。为什么下班了我还要给？你不是有车吗？还敢顶嘴？搬进来。把我的房子都打扫一遍。哇！把衣服洗完晾好，再把房间都打扫一遍。现在先去把浴室打扫了，把马桶刷干净。看什么？想死吗？快点！小胡，哥哥回来了，给你带了好吃的。啊！这个世界有什么出了问题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得有人去改变。小胡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让你堂堂正正走在大街上。
眼前，我的脚像翻墙的铁链，我的嘴角等着微笑，我的耳朵假装听不见。我忙碌的精疲力竭，却什么也无法改变，我期待着每时每天，却等不来一道尊严。时代空洞停止伪装，我想看到真实的画面，重新回到最初原点，结束好意义循环。危险你难道没发现，睁眼却看不见，我双手双脚